奇拉比的直播抽象思路，吃饱了。哎，你这么自私，来，五六七八七十一张，在干嘛？怎么把嘴闭上？哇！装逼为你飞起来！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啊！啊！我来！啊！哟！我蹦去啊！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啊！你看这伤害，我一个技能一串伤害秒了，直接无敌了呀！看下箱子。我还是明确伤害，我伤害又提高了。OK， 我通关了呀，打了好几个小时，终于要通了。团战没有压力了，团战没有压力，看我直接上去秒了他啊，兄弟们，看我怎么秒了他啊，秒了。我说就这么一点血，我能反杀你们是不是？有没有人信，兄弟们？就这点血，看好分了。你好。